请先开经本第23面第2行。 昨天介绍主灵神，十位上首当中，我们介绍到第三位，僧雅伐要主灵神。 菩萨的号里面含义非常的广大，我们如果不能够深入的体会，就没有办法得到它的受用。 佛的经本，实在说是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问题是我们展开经卷，能够体会多少，能够用到多少？佛法对于我们。 才有真实的利益。主灵神的大义给诸位报告过了，他可以说是。 包含我们现前社会，主要是工商业，而实际上呢，它包含的行业相当之多。他们对社会的建树，就像林木一样，许许多多，数之不尽。 而竹竿、树光，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某一个行业里杰出的人物，啊，主要是突出的意思，啊，所以是出类拔萃，都是诸佛如来，在各个社团。 各个行业里面实现。第三尊僧雅，前面跟诸位同修说过，这是基础的教育。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教育这个社团。 在此地，就是如何培育出类拔萃的工商业的杰出人才，这个是他真正的意思。而一个成功的人物。 一定受过非常好的教养，教养在儒家讲，一定是从胎教开始。昨天跟诸位解释到这波动的现象，我们把这个现象要能够很清晰的。 体会到，然后才知道，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都跟
整个虚空法界有关联，正所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起心动念它有波动，实际上任何一个物体都有波动的现象，这是现在科学家所观察到的。再小的微尘，我们正报里面毛端，微尘毛端怎么形成的呢？也是原子、电子、粒子组成的。那么这些极小的物质现象，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动的。我们佛法，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物质的现象有四个特色，地水火风，佛是用这四个字来代表，显示基本的物质，最小的物质，它有这四个性质。所谓地大，地是代表它是一个物体。我们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呢，能够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物体。地代表一个物体，水代表现在讲阴电，火代表阳电，它是一个带电体。风大了是说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它是动的。那么我们知道动就产生波，不仅起心动念，所有物质都有波动的现象。那么它波动的范围多大呢？在理论上说呢，决定是虚空法界。怎么晓得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呀。这是一个基本的原理，重要的原则。所以任何一个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必然是周边法界的，所以它自自然然呢，就与虚空法界、诸佛菩萨、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念佛得佛力加持，念佛得菩萨善神拥护，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心里面想佛，口里面念佛，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这个语气说的很肯定，为什么是必定见佛呢？意佛是心意，心里面想起了念头了，心的波动。念佛呢是口念是尘的震动，六尘，色声香味触，这是五尘。我们念是声尘，要是以佛法归纳的讲法，一佛是心法，念佛是色法，六尘都属于色法。
心意，这个心呢发出波动，心的波动快速，而且没有强弱，立刻的就传遍虚空法界。口念呢，这是色法，色的波动有强弱，有远近，越是到远，那个波越弱，它跟心法这个波动现象不相同。这是感应道教诸佛菩萨加持的原理呀。所以一切的念头啊，念佛这个念头是第一殊胜的，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凡夫不念佛，老实话，起心动念呢，都是造轮回业。给什么东西相应呢？给三途恶道相应的。唯独一佛念佛了，是跟诸佛如来相应。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然后你才欢喜念佛，肯定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念佛法门第一殊胜的，所以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不提倡的，没有不赞叹，没有不弘扬的。僧牙法药，药光明照耀，那么有其可耻。我昨天把这一句说作慈善救济，慈善救济到极处是教育，这才是真正的慈善救济。这个教学与真实智慧相应，这才能发药啊！真实智慧是信德。信德很难懂，我们把它落实在生活里面，诸位比较容易体会。我们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说这十个字大家好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与这十个字相应，就发药了，就与自信本具的德能相应了。所以在教学里头最重要的是道德的教育，儒家的教学，孔子四科，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呢叫正事。正事是什么？办事情的能力，将来你在社会上你要生活，你要有能力生活。我们今天讲一切技能，孔老夫子是正事，最后才是艺术，文学，那是精神生活，先把物质生活解决了，然后才能提升精神生活。
夫子讲的很有道理啊。这个里头特别要注重的前面的两种啊，你看德行、言语，言语他老人家看得这么重，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啊，善护三业，第一个是善护口业。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跟孔老夫子没见过面呢，没开过会呀，没有交换过意见呢，他们的看法做法相同啊，这是我们中国谚语里头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为什么呢？口最容易造罪业。多少很好的修行人修行一生积功累德，到后来功德都漏掉了，从哪里漏掉了？从口里头漏掉了。辛辛苦苦修啊，修了几十年呢，几句话的口业就漏光了。口为祸福之门啊，不可以不知道啊。觉明妙行菩萨教人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你要开口说话的，想想我这个话可不说行吗？如果不说可以，那就不要说吧。多念一声佛号啊，积功累德啊，那个话要说错了啊，就造口业，把你的功德就流失掉了，漏掉了，得有漏法。在有漏里面，口是最大的漏洞，这不能不知道啊。请看第四尊，吉祥敬业竹林神。什么是吉祥？古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问候多半用吉祥，现在人问候看到了，哎，你好吗？用这种口气了。可是远不如吉祥含义之美呀。吉祥的浅说，我们应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决定不可以取啊，这就叫吉祥。那么这个里面范围包括就很广了，包括明文利养五欲六尘，我应该得的我才得到，不应该得的遇到了也不可以取。这是吉祥的意思啊。凡事不仅仅是不义之财，义就是应当，应当得的，不义不应当得的，不应当得的命，不应当得的利，
乃至世出世间一切法中，如果不应当得的你要得到了，在佛法里面都是偷盗啊。偷盗的范围啊，太广太广了。非分、非法，或者是夺取，或者是欺骗，或者是以威势，逼迫人不能不奉献出来，通通都叫做偷盗。所以不盗跟儒家五常相配，是配在义，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不道是义。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懂得守住自己本位的德行，长扬自己的善根，非分之一切我们都不能够去取，即使是应该得到的，诸佛菩萨所表现的，都是把它供养给一切众生了，去做布施供养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的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佛报是圆满的，智慧是圆满的，佛应该接受一切众生供养，九法界有情众生没有一个不欢喜供养佛的，供养佛的福报大。你看佛得到的供养都供养众生了，都布施给别人，佛没有享受。菩萨示现在世间，阿罗汉应化在世间，都是表演给我们看呐。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要知道向他学习呀。他能舍，唯有能舍，所以他才有圆满的大福德。他的福德是在生活上，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绝没有缺乏。生活在我们看起来很清苦啊，而实际上呢，他的生活是大乐，世间人在饮食一定是这些肉食啊，这个饮食是丰盛的啊，我也没吃过，说不出来，你们比我知道的多啊。佛菩萨眼睛里面看到那种饮食啊，造罪业。
在旁边叹息，可怜悯者呀。他看到我们素食可怜了，我们看到他肉食可怜了。那到底哪个可怜呢？到后来结局才知道。好心、善行、素食，果报都是升天的。后来想天福啊，杀生肉食，给一切众生结下的冤仇，来生在三恶道啊！你说哪个有福呢？真正的福报不是在看眼前的，眼前不容易看出来啊。眼光往远处一看呢，就清楚，就明白了，才知道哪个是吉祥，哪个是不吉祥。实在说，就在眼前，如果诸位有微细的观察，你也能够看出来。为什么呢？素食的人啊，身体健康啊，长寿啊。少病少恼啊，能令人羡慕啊，这是现前的好处吗？也许有人问，那素食的人也有短命的，也有生病的，那是另有原因，绝不是素食的影响，别有原因。果然行善，行善能够依照佛的教诲、经典理论方法修学，他所得到的一定是健康长寿，一定是法喜充满。经典上记载的，阿难一生没生过病，他的名字阿难翻成中国意思叫庆喜呀，你懂得什么道理？常生欢喜心啊，就不生病吧？病从哪里来的？病从烦恼来的。病从忧虑来的，你心里很烦很忧，那你就会生病，你每一天法喜充满，怎么会生病？当你疲倦的时候，精神不能振作起来，到念佛堂转一圈马上就好了，体力就恢复了。不需要打针啊，不需要进补啊，那个很麻烦啊。这个世间富贵人家，天天进补，补得一身的毛病，补得一身的不自在，所以是真正的补品啊，在念佛堂。不过听说念佛堂吃的东西饮料也叫进补啊，是不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佛念佛，我们这个心波啊，跟诸佛波动跟诸佛的磁场啊能相应，这个才是真正的带给你法喜充满。
带给你无比的健康快乐。那么这真正是吉祥。敬业树，我们知道树木业是最重要的，它吸收阳光，吸收养分，这个业是敬业，表清净，唯有敬业才是吉祥的。所以这个名号里面因果具足，吉祥是果，敬业是因。这个业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切的造作，也就是事业。世间所有一切的工作，佛弟子都可以去做，你看我们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读到的，这个世尊教诫我们呢，佛弟子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意。这世间事可以做啊，但是不可以有世间意。世间意是什么？世间意就是我们常讲的轮回心呐。轮回心造一切事，那就是轮回业。如果你是清净心，清净心造一切事，那就变成清净业了吧，就是净业了。佛法的水准高，但是并不是高不可及，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可以达到的，问题都在自己，自己真肯学习，没有做不到啊。我们确确实实可以过诸佛菩萨的生活，诸佛菩萨我们在经上读到的，诸佛菩萨在世间示现，在六道十法界里面示现，游戏神通啊，那游戏多快乐呢，神通就是没有障碍啊。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华严经上讲的四无碍的生活，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这才真正是大自在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意思叫敬业。我们怎么学法呢？从哪里学起呢？从转变念头上做起。过去我们起心动念，念头一升起，第一个念头我为自己，这个念就不善了。初学佛的同修听到这个话了，感觉到奇怪，好像这个话了不通人情。确实是不通人情，不通人情呢，他通法理。佛为什么这么说？佛告诉我们，
六道怎么来的？六道是从物质里头变现出来的。所以佛法第一个叫你把我这个念头突破啊。你再不执着有个我了，六道就没有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生死啊。大小乘佛法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怎么个转变法呢？起心动念念一切众生，从今天起不再为自己想，我要吃饭，就立刻想到一切众生呢有没有得吃；我要穿衣，想到一切众生有没有衣穿。起心动念呢，都想一切众生呐。我想幸福啊，一切众生有没有得到幸福？我想避免灾难，一切众生有没有避免灾难？念念想一切众生，久而久之，我这个执着这个念头呢，自然就淡化了。这是大乘法的教学啊。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观念转过来，给诸位说，三年、五载、十年、二十年，决定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我执破了，我们念佛往生的不是在凡圣同居土提升到方便有余土了再向上去那就是十报庄严土了。这是我们应当要汲取的这才是真正的敬业得最吉祥的果报。第五尊垂布延藏竹林神，垂布就是慈悲布施供养，延藏是智慧的宝藏在佛经里面，光、焰、金刚这些字样都是表智慧。那么延藏两个字就是指无尽的智慧障碍。这一些智慧灯随着你的修学不断的增长你的智慧天天在增长，你的能力德行也天天在增长，这个增长出来做什么用处呢？一定要利益众生。用现代的话来说，服务社会，服务众生啊。虽然尽心尽力服务社会大众，除自己生活必须，对社会一无所取，这是菩萨应当得的，也是
那不应当得的更不必说了，决定不取，应当得的通通都舍，这是真正度众生，做出榜样给众生看啊！一切众生迷惑颠倒，不应该得到的，他也想得到。那么菩萨实现的，我应当得到的，我都不要。菩萨能够这样做，久而久之啊，就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些愚痴众生看久了，看久了就会觉悟。最初的时候他不以为然，他觉得那个人傻瓜了，他硬刚的他都不要啊。他傻瓜，他愚痴啊。久久之后啊，他就才觉悟到。他才会效法。所以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很有耐心，凡是教化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这是地藏经上说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刚强难化，一定要有很大的耐心。起初要随顺他的烦恼习气，然后慢慢的来转变，这个东西急不得了。这个谚语里的常说欲速则不达，一定要了解众生的根基，一定要观察他的实际因缘，因缘没成熟，因缘不具足，一定要随顺。那么这个就是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技巧。佛经里面常讲的善巧双变，方便。垂不垂是慈悲也。我们讲的是爱心的。关怀照顾无微不至。那么这个德号总结就是以清净平等心，将我们自己的智慧德能无条件的贡献给社会广大的群众，如果这一个企业家主灵神，我们把它看作现代的企业家，他能够以这些原理原则去服务社会大众，他的事业，他的前途无比的辉煌啊！他的福报永远无尽。绝不是说我这样做法，那这就赚不到钱了。起心动念都是为我，我要赚钱，你能赚得到吗？如果你能赚得到，我就不学佛了，我跟你学了。赚不到啊！你所赚到的，你命里头有的，命里头没有的，想也想不来啊。所以佛告诉我们，
财富从哪？财富从布施、财布施得来的。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啊，不能说多的那你就不施了，不施，那你就那么多了，再就没有了。啊，没有之后啊，它不但不增加，它天天损耗啊。啊，现在这个钱币会贬值啊，啊，会损耗的。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这个意思深，这你所得到的，得到的那个也要舍，舍所得，不是说舍了之后我就得了，得了之后不再舍，得到的要舍，你才与信德相应，与自信相应。自信，自信，六祖说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嘛。啊，那你得到一物，赶快舍掉，才与本来无一物相应。啊，你要不肯舍，那你就又有一物了，再得两个，又有两物了。哦哟，你这个物一大堆了。那个麻烦就大了，那就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个灾难是从这来的，舍尽之后啊，什么灾难都没有了，业障舍掉了，所以要懂得布施，懂得真正的服务社会大众。第六尊清净光明竹林神，这个名号里面的意思非常鲜明，可是不容易做到。虽不容易做到，你要真正肯发心，不是做不到啊。第一呢，要心清净，心必须要一丝毫不染浊才清净。假如我们见了适合自己意思的就喜欢了，贪浊了，这心不清净。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就讨厌他，那你的心呢也不清净了，这个是难了。为什么六根接触外人，外面境界真有喜欢的，还真有讨厌的，这是怎么办呢？这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在作怪呀，不是事实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果你要了解所有境界的现象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你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就不会起心动念了，你才真正放得下了，放下心就清净了。所以彻底明白那是看破，
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更深入一层的看破。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功夫啊。我们应当要做，对自己的好处太多了。放下之后，我们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过日子呢？我们还有这个身在啊，同学们，你们还有家庭啊，你还有眷属啊，你还有亲戚朋友啊，如果通通放下了，一天到晚像个木头人一样，一点表情都没有，那得把人吓坏了啊！这佛还能学吗？一切看破放下之后啊，我们后面还有两个字啊，自在随缘啊。你懂得什么叫随缘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个随缘是什么？随缘就表演呢，唱戏呀。也表现的有喜怒哀乐。也表现的样样都表现，表现的比世间人还要美满。心里头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是演戏呀。所以人生如戏啊，人生如梦啊，人生如戏呀，是讲随缘；人生如梦是讲不染着。知道它是假的。也就是说，人生如梦啊，是看破了。从看破上说的。人生如戏呀，是从放下上说的。放下之后啊，演戏。所以我讲过啊，我们的经本呢是剧本啊。真正看破放下的人啊，就跟诸佛菩萨一样，照着剧本演戏。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一切活动，没有自己，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所以在事上面非常活泼啊，在理上啊，与性空相应。这个人我们就肯定他是佛菩萨应世，是尘缘再来的，他不是凡夫。为什么呢？不仅仅呢他超越六道啊，连十法界他也超越了。这个才叫清净光明啊。所以我们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这种生活才真正是幸福美满啊。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不是凡夫。诸位要细细去思维，细细去衡量，你看看这种生活自不自在。光明浅说啊，是这个浅而言之，落在我们这个生活上。光明磊落，我们现在人所讲的透明化，现在这个世间
在外国很重视叫隐私权，佛教给我们的光明磊落，一切透明，没有隐私。凡是有隐私，大概都不是很光明的那一面啊。为什么呢？怕人家知道啊。诸佛菩萨没有一桩事情不能告诉人，没有一桩事情是值得瞒着众生的，没有。所以我们学佛呢，要从这个地方学起。样样公开啊，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一点私利，连我与我所都舍得干干净净，所以身是透明的。这个地方的光明呢，应当从这个地方做起。最初的方便怎么个做法呢？从不妄语时开始，决定不自欺不欺人，从不妄语做起，你才能真正做到光明磊落啊。第七尊，可以雷音主灵神。这一尊是教给我们说话，音是音声啊。这个音声呢，可以，可以就是一切众生听到生欢喜心，这是可以的声音。也就是可喜的声音，这个音不是普通的音声，不是泛泛之音，而是能令众生觉悟之音呐，雷音呐，这个雷的音声能振奋人心。能震破众生的烦恼，震破众生的无明。那么还有一个意思，雷音愿闻呐，取这两个意思。这里我们应当要晓得，这是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事之中，只要我们开口遇到人跟人家交谈的时候，你就要想到我的音声是可以的音。闲谈的时候也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这个世间人常说三句不离本行啊，我们的本行就是阿弥陀佛了啊，要把阿弥陀佛，要把阿弥陀经啊，这个古德讲的净土宗的经典叫往生经，把这样的殊胜法门呢，时时刻刻存这个心，遇到的人只要他跟你交谈，你就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要跟他讲解，长说短说，深说浅说，那完全由你自在，
这种因身就可以累因的。不仅是在讲台上啊，什么地方说话的时候，乃至于打电话都是可以累因。所以这经文呢，这字字句句都要变成我们现实的生活啊，真正的生活，我们就依照大方广佛这个华严剧本来演戏了吧？啊，你看那个生活多美呀！啊，多么殊胜！第八位，光相普遍诸灵神，前面这一尊是表言说，这一位是表现象，所以我们的形象要好啊。这个形象呢，就是一般讲的威仪，形象要好啊，这形象呢也可以常常变的，常常变化啊。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形象？他说：“和其光，同其尘，我们才能普度一切众生。”譬如我们的表情啊，要随着场合变化了。人家有吉庆的场合，我们一定表情很欢喜啊，我们穿着的服装啊，让人一看呢，也都能生欢喜心啊，颜色可以鲜艳啊，啊，与他的场合能相应。如果我们参加一个丧礼，那你的表情啊要肃穆啊，不能这个嘻嘻哈哈的，好像人家死得好一样，那就是不错了啊。啊，你这个服装的时候，颜色也得要，这个素一点。啊，穿黑色的啊，穿这个青色的，啊，表示着哀悼之意。所以这个色相啊，是随着众生种种不同场合有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那么在家人服装很多啊，什么场合你们都懂得要穿什么样的服装，要怎么样的打扮去应付啊这个场面，这就是光相普遍诸灵神教给我们的。啊，这个出家人的服装啊，那都是这个样子，比较上来的单纯，无论什么场合，我们都是这个打扮。而且呢，也都是这一个颜色。啊，这个是在社会里面比较上特殊的。虽然服装我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表情有变化。啊，就光跟相啊。香在此地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气氛，光是光彩。那么一般讲呢，都包括在威仪当中。
普遍这两个字很重要，普遍决定是清净心、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才能普遍的。这样啊，才能跟社会大众升起做事做饭的作用。做社会大众的表率模范，因为你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做出种种慈悲的事情。第九尊妙光炯耀竹林神，这个德号里面充满了智慧光明。我们今天讲高度的智慧，遍照世间。德号里面有一个妙字，高度智慧表现在生活上，表现在工作，特别工商界的应酬特别频繁，表现在这个里面。妙是谦虚，一般人有才华、有地位、有财富，都免不了骄慢，功高我慢，那就不妙了。在人间，我们从可以说有史以来，我们在历史上记载所看到的，无论是智慧、福报、才艺，佛是达到究竟圆满了，没有人能跟佛相比啊！你一看释迦牟尼佛多谦虚，释迦牟尼佛对于最贫穷的乞丐都非常尊重啊，绝对没有一丝毫轻慢这个表态。这种行才叫妙这个光才叫妙光。与清净平等觉相应。佛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佛很清楚、很明白，这个贫穷乞人呢，他也是一尊佛啊，怎么可以轻慢他呢？世尊何以看到他是一尊佛呢？世尊是见性不着相，一切众生的本性都是佛性吧？那怎么不是佛呢？所以世尊在这个经上跟圆觉经上也说到，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吧。所以从性上讲呢，一切众生通通是佛。从相上讲呢，这才有差别。
但是相是假的，相是妄相，性是真的，是真性。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真佛了，他是假众生呐。六道十法界是假的，佛才是真的。他为什么搞成这个相呢？他是一个迷惑颠倒的佛吧。诸佛如来是个觉悟的佛吧。我们只能用这个比喻来说，希望同学们从比喻里面去领悟。你可不能着相，你不要以为哎，还真的有个觉悟的佛，还有个糊涂佛，你又糟糕了，那你就不解祖师意了啊。所以这个言说执着不得啊，这个还是马明菩萨说的有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立言说相，立名字相，名词术语啊，立心缘相，心缘就是妄想啊。我们怎么看法，怎么想法，那是心缘相。这三种都要离开，你的慧听呢？你读经啊，听教，你能有悟处啊，你才能悟这个境界。悟入这个境界，你在生活上立刻就用上了。这个佛法好就好在此地啊，真有用啊，给我们的生活没有脱节啊，真有用啊。用熟了啊，不知不觉就超凡入圣了，转我们的业报身了，就变成了愿力身，一个意思。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愿身智身就变成了，这也就是常说的尘愿再来了，把业力转变成愿力，把业报转变成愿力的化身。转变是一桩难事情，但是不是不能转，决定可以转。佛菩萨能转，我们也能转。你要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妙光炯耀名号里面的含义。最后这一段，化国光位主灵神。这一位尊者德号里面的表法了，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的成就他在工商界他的成绩化国光位，说出四样花，表他的因行，也就是从他创业一直到成功，辛勤努力的工作，这好比是花了。他的事业成就了，这是果报啊。
啊，事业有成啊，成功了，光是表服务社会，利益众生，为是令一切众生得他真实的利益。那么他在某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的成就对社会大众有服务，让一切众生在生活上得到便利，得到享受，这是为也。所以幕后这一尊主灵神表发了，是总结这个一段，意思非常的具体而圆满。如是等而为上首啊，不思议数，它这个数量跟前面一样，都是佛世界微尘数参与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实在讲就是法界，法界就是尽虚空变法界，不但包括现前，包括了过去未来。我们现在的话说作时空，时间与空间，数量之多。幕后这一句叹得，借有无量可爱光明，这个意思我想呢，大家呢很容易体会到。佛教名叫商处，现在叫企业家，你看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事业，真的就像树林一样，树立在那边，我们去参观，我们去欣赏，你看他们的一些产品琳琅满目啊，可爱光明啊，你看到都很喜悦。如果这些商主是菩萨的话呢，那我们去很容易得到享受。为什么？菩萨布施嘛。这个布施就是什么？是很合理的这个价钱卖给我们，这就是布施啊！它是以服务为目的，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如果是以赚钱为目的，它是凡夫啊。过去生中啊修的福报大。如果它是以服务为目的，不以赚钱盈利为目的，它是菩萨啊。那他那个财富就无有穷尽。为什么呢？在理论上我们晓得愈施越多啊。前生修的福报啊，那个很有限的，所以一个经济风暴来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经不起，菩萨经得起啊，菩萨无所谓啊。不管你风暴大小啊，他一样发了，一直发到底的。因信果报不一样吧。就世间人不了解这个道理。真正明白这个道理，谁不愿意学菩萨呢？所以他们这个
事业的成就啊，都有可爱光明啊，而且非常鲜明啊。这个一说到的是，一切众生呢都能够体会得到。好，这一段呢就介绍到此地。再看呢幕后这一段。第九，主要神。我说这个是幕后的一段，是因为从这金刚神一直到此地来，这个九段九类的神中，他们代表摄住因果啊，在摄住摄行摄回向，所以到这里是一个大段，他们表摄住因果，诸佛所住，那么由此可知，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将每一位这个代表的菩萨啊，他们在此地示现的身份是神中，实际上都是菩萨，他们的名号做了详细的介绍。而实际上就是教给我们，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世界，面对社会大众，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选择哪一种行业，从事某一项工作，这些都是菩萨行里面重要的原则纲领。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能够照做，我们就在行菩萨道，修菩萨行啊。这真正学佛啊，真正学做菩萨啊，真正学佛学做菩萨，不必要换一个生活方式啊，不必要换一种行业，不需要啊，就在自己现实生活本位的工作当中啊，你明白了觉悟了啊，你就是菩萨化身，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那么下面这一段主要神，这个诸位一看就能够联想到了，这是我们社会啊，社会里面从事于医学医药界的这些工作人员啊，这医生啊，医生护士啊，包括制药都在这个里面啊。那么现在讲的健康保健啊，通通归在这一类。这一个社团，实在讲，是一切众生没有办法离开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在世间哪有不生病的，生病啊一定要求助于他们。所以这些人最重要的要有德行的。我们常讲医德。特别表现的仁慈啊，所以从事这个行业本愿是救度一切众生的，是救人的
绝不是牟利的。如果用这个行业牟利，造的罪业就很重了。众生得了病，尤其是重病疾病，你一定要要求很高的医药费，否则的话不给他治，这个业造得重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所以从事于医药这个行业，他要积功累德比一般行业容易，他要做亏心缺德的事情啊，造业也比别人重。换句话说，他的将来前途两条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看他往哪里走了。你要真正学这个行业是为了救人的，你是菩萨，你不往生也决定升天的天福啊。你要认为这个行业可以赚钱，可以撬人猪杠，那你的前途啊就是地狱了。古时候啊，这世间人最敬爱的良相良医啊，宋朝范仲淹，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很苦啊，穷秀才啊，饭都没得吃啊，他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是苏州人，我们在传记里面读到他在一个寺庙里面念书，穷到没饭吃，每一天煮一锅竹，把这个竹化成四分，一餐吃一块，穷到那个程度。以后在这个寺庙里面发现这个寺庙呢有人藏着黄金，数量大概不少，他是无意当中发现的。那一般人的时候这是发了财了，这是不义之财呀，不应该得的，所以他又用土把那些黄金买掉买下去，他也不告诉人，没人知道这个寺庙的底下埋的黄金。这个人品就看到了，难得。曾经有一次跟几个朋友遇到去看相，大家看相算命，那么他也就凑一脚了，找这个相命先生给他看命，给他看看。他就问那个相命先生，你算算我的命，我能不能做宰相。听算命先生听他这个口气，笑笑，太夸张了。然后他那你给我算算我可不可以做医生。这个算命先生，你怎么从宰相一下就掉到医生，你什么意思？他就说，唯有宰相跟医生能救人啊。这个算命先生不会给他算，你真宰相也，发的心是救人啊，不是要高的位置得高的利润，不是啊，他完全是个救人的心。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佩服他，你这种心胸是真正宰相。他以后真的做到宰相。你看人家做到宰相，做那么大的官，做那么大的事业，生活几乎没有改变，还是过穷秀才的生活。他那么多收入哪里去呢？帮助一些苦难的
众生。啊，济贫，他养300多家了，亲戚朋友里面生活困苦的，他都帮助了。所以一直到民国初年，800年呢，他的家不衰，代代都出贤人。这印光大师最佩服的，在中国孔老夫子是第一个，他是第二个，积的德太大了啊，代代贤人。他给我们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好样子，不但是不义之财不取，应该得的都施舍，完全是一个救人的心，从小怀了救这个天下人，一直到老死，他没有把这个念头改变了，而且真正做到。发这个心就是菩萨心。那在我们佛门里面看，这都是再来人，菩萨成愿再来的，给世间人做丝做饭。好，我们看经文。佛有无量诸药神，经文里面说这一类神的数目无量，似乎比前面所讲的更多。主药神，刚才说过了，就是从事医学医药啊，主治一切众生疾病的这个行业啊，我们今天称为医学界。医药界就是这么一个社团，在本经表法是代表行德啊，这个是所以讲医德了。各种行业里面，这个德行呢最明显的。他只晓得救人，救人要紧，救人第一。至于酬劳、费用，他没有想到。所以在古代，行医多半是布施啊。大富人家给他一点供养啊，古时候做医生的时候没有说是这个一定要多少钱的，没有啊，这个话说不出口啊。一个是做医生的，一个是做老师教学的啊，教学教学生不能说要多少学费，也不可以啊，这是说不出口的。所以教学生这个对老师的报酬随意的啊，你家里面富有可以多送一点供养给老师啊，实在没有的啊，表示一点意思就可以了，不需要拿钱的。从前的老师他有德行啊，他的心目当中是培育人才，不是来求报酬的，没有
医生也是如此。病治好了，对医生的报酬也是随分随利。医生决定不会说一定要求多少报酬，这个话说不出来。完全是救世人。那么在此地，因为他是治病，众生有什么病？烦恼是病，迷惑是病，贪嗔痴是病啊。所以他表现的是福贪嗔痴。这个样子才能帮助一切众生。便利于修学。利益我们的法身慧命。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如果就利他德行来说呢，就是三业不空，那么这是总表义德。心里头念念帮助病苦之人，心里头要有这个愿望啊。这个身体呢，每一天去工作啊，病重的人，不像现在，现在这个医院很发达，医疗设备比从前进步太多了。人生病住院，那从前没有啊，从前生病都在自己家里，医生很远，请的医生到家里来治病，路途遥远，有的时候要走一两天的路啊。在从前代步的啊，只是马驴用这个东西代步啊，交通非常不方便。病重的要请医生，要在家里住几天，哪有这么方便？医生只要遇到病人来请，没有理由说不去的，不能说路太远了太辛苦了，不可以的，治病要紧的。所以确实三业不空啊。那么在行业里面，主要神表哪一个行业？表出家这个行业。佛是大医王啊！那学佛就得学医王啊！世间这些医生啊，大夫是给人治生病的。出家人呢，是要治众生心病的。所以那个三业不空啊，意思就非常圆满，非常的明显了。
出家的佛弟子念念要发度众生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你要度众生，你要成就自己的德行能力，德行先断烦恼，自己烦恼不断，你怎么能帮助别人断烦恼？所以你自己要成就自己的德行，一定要断烦恼。烦恼里面最重的是贪嗔痴，所以佛要求的是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要跟戒定慧三无漏学相应，决定不能跟贪嗔痴相应，这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德行成就之后，还要学一套本事，才能帮助人。那个本事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你还得学法门呢。法门学哪些法门，一定要看自己的根性，要看自己的能力，要看自己现实生活环境，你去选择法门。还要了解这个时代众生的需要，我们学这个法门才能契机。这是智慧的选择。那么佛在灭度之前跟我们讲的四义法非常重要的开示，四义法里头有一条叫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这一条重要啊！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这个法门不能令人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的就是不了义。如果真的能帮助一个人呢，在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超越三界了生死了义，这是教给我们选择法门头一个要考量的。哪一个法门能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很有把握的。照原理上来讲，哪一个法门都可以。你要观察现在一切众生的根基，想一想自己，我自己修学其他的法门能不能了生死。这佛说了，了生死一定要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断，决定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如果不能够断尘沙烦恼，你决定不能出十法界。这个要知道啊，无量法门方法不相同，依据的理论不相同，但是它达到的效果决定相同，都是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无明烦恼。
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能够断得了见思吗？实在说，一品都断不了啊！那怎么办呢？想想了义法门里头只有一门，念佛往生净土，待业往生啊，烦恼不断行啊，可以成就啊。其他法门烦恼不断是绝对不能成就啊，唯有念佛法门烦恼不断可以成就啊。但是这个烦恼虽然不断，要有能力辅助啊，才能往生啊。如果连辅助的能力都没有，那就没法子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所以这个法门呢，是扶烦恼，不是断烦恼，就是你有能力把烦恼控制住了，不让它发作啊，烦恼确实没断。那佛教给我们什么方法？教给我们用念佛的方法。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天天念阿弥陀佛，所以有烦恼，烦恼不起作用了吧？这个办法用熟了，到临命终时有效果。临命终时这个心里头还是想佛，还是念佛，不念烦恼啊。所以对于世缘要看淡了，不能太浓啊，将来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经教这个理论越透彻越好啊，越明了越容易放下啊，对于一切事物啊，你就不会执着，你也不会去分别。这是念佛法门的殊胜啊。世尊也是这样劝导我们啊，他在大集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正法时期戒律成就，那个时候人心淳厚啊，严持戒律就能够超越三界。相法时期众生根性就差了，换一句话说，妄想多了，烦恼重了，单单靠持戒不行，要修定，禅定成就啊。末法时期众生每一况愈下了，妄想烦恼比过去人不知道要多多少啊。修禅不能得定啊，别说开悟，修禅都不能得定。所以佛才开这个法门，念佛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想一想自己的根性，不是上根立志啊，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啊。那么听佛的话决定不错，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净土法门的经论不多，古时候就三经一论，那么现在呢，在五经一论，分量不多，又何况五经一论当中，这个六种当中随便取一种，一门深入，老实念佛都决定得生，这方便太多了。
我们的人生遇到佛法，又能遇到往生的这个法门，真正是弥陀经上所说的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在今天成就啊！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啊，真的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认真努力修学，我们这一生就做佛了啊！真的做佛了，做究竟圆满佛啊，这个世间这一切太渺小了，不值得我们再去顾念了。我们做佛要紧啊！你真正有这个认知，你智慧开了，这才叫真实的智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